找到康老师。好，非常棒啊。好，看看我今天拿来的是什么呢？扑克牌。对，有好多扑克牌，你们认识他们吗？认。这是什么呀？方块。哎，你们认识花色，还知道它的大小，它代表几啊？一。哎，对。那这张呢？黑桃配。哦，很厉害，难不倒你们。这什么？大王。大王它是怎么样的？最大的，对吧？好，这个认识吗？红桃红。对，扑克牌里面呀有这么点花色，红桃、黑桃、方块、草花，还有各种大小。那今天我们就要用这个牌来玩游戏。那怎么玩呢？我要用它来变魔术。哎，想看吗？想。那我先来变成魔术师好不好？好。魔术师用的牌是很特别的，是什么牌？大不大？哇，大大的牌。那看看我今天拿来了哪些牌呢？哎，可以看一下。哦，花色发现了。还有呢？花色是红桃。颜色。哦，有人发现了。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，都是些什么数字啊？双数。哦，我带来的都是红桃的双数的牌。好，等会儿我是魔术师，你们呢就是观众。我请一个观众抽掉一张牌，我就能猜出来你抽到的是什么牌。想不想玩？想。好，那我先把牌打打乱好吧。好。然后再请个人来抽。抽的那个小朋友啊，你抽好之后把它藏藏好，千万不要让我看见，我会猜出来的，好吗？ 好，也不要让其他小朋友看啊。谁想来抽？啊，好，妹妹，弟弟你来抽。玉卓行，自己藏好啊。好，盖好，好，坐回去，反过来，反过来。好，那我要来变魔术啦，先来拿出我的魔术粉。好，开始啦。秘密，秘密，告诉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张牌肯定是红桃二，对吗？对。哎，你们看，我变对了吧？厉害的。哎，你们不给我掌声的，厉害吧？哎，那有没有人知道我是这个魔术的秘密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他拿到的是那张二？好，弟弟你来说。因为我刚才看见你看了，我还发现你。我看了什么？看了这个牌。哦。我，你觉得里面没有二，所以你就知道有二。哦，我看了这里的牌，为什么就能知道他手里的牌啊？他说的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为什么我看了这里的牌，我能知道他手里的牌？因为里面没有二。哦，你们看看。缺了什么？二。哦，缺少的那张到哪里去了？就是被抽走的。看来你先要看，先要记住本来是什么二四六八十，再来看缺了哪张，那张牌就是被抽走的那张。哇塞，你们能当魔术师嘞？想玩吗？想。那这盘你们来当魔术师好吧？好。为了提高难度，我要换些牌。好，看看。哟，你们很厉害的嘛！这次是什么啊？1365。都是什么牌？1365。啊，单数牌，你们记住了。好，谁想来当魔术师？我。请，你来好吧？好，我先给他打打乱好吧？你来请个抽牌的观众。李心言。好，不要让别人看到啊。藏好啊。好，魔术粉要吗？要不要？好的，那你自己变，你猜。好，他直接看，他抽的是什么牌？九。看看是不是？对吗？对。好，你怎么猜出来的？你拿的都是单数。嗯。我看一下单数有没有一个牌没有，它只有九。你是怎么看的？先是看
1357。1357都在，缺了张几啊？九。就到哪里去了？抽走了。哦，好厉害，你看，记住这些牌是单数的特点，让小魔术师一下子就成功了，厉害吧？二，给他掌声。二，太棒了，对吧？还想玩吗？想。哦，这么积极啊，那我要加大难度了，这一次有刚才的单数牌几张？五张，再加上第一轮的双数牌有几张呀？好，合在一起几张啦？10张。哦，要10张牌了。好，刚才都是手放下，听好怎么玩。刚才都是你们抽掉一张牌，我来猜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次我们反过来，我来藏起一张牌，你们来猜猜看，我藏的是什么牌，怎么样？好。哦，我还给你们请了帮手。啊，是什么？看得见吗？都哦，跟我这里的牌是一样的。等一会儿我藏掉牌之后，你们可以来问我的，是不是五呀，是不是六呀，都可以，我会回答你大了还是小了，然后你可以把你认为肯定不是你不需要的牌这样翻掉，直到剩下的就是我藏的那张牌，你们就猜对了。想不想玩？好，那我先来藏一张牌啊。好，我看看我藏哪张牌呢。好，就这张吧。好的，我放在这儿。好，我藏好了。好，谁想来猜？我啊，妹妹你来，你觉得我是几？是，你猜是几啊？有谁想？十大了，请翻牌，哪张牌肯定不要了。我说十大了，哪张牌不要了呀？哦，有朋友想帮你，需要吗？啊，那你叫个朋友来帮你。十大了，哪张牌是不要的？你来叫一个朋友帮你，赶快。啊，好，十大了，来帮他把不要的牌翻掉，哪张牌是不要的？好，他翻了几啊？8。你们觉得有对吗？不对。哦，那站旁边。好，那谁来帮帮他们？八不对，你们觉得为什么？啊，戴眼镜的弟弟来说。因为少了。嗯，那应该翻哪张？好，这翻掉10对吗？对，为什么十大了十就要翻掉呀？因为大。十比谁大了？十比哪张牌大了？十比我藏起来的牌怎么样？大了，所以我藏起来的牌会不会是十啊？不会。啊，那八为什么不能翻掉刚才？因为八有可能是。会不会是这张牌？有可能，有可能是，有可能不是，还不确定能不能把它翻掉呀？不能。好的，请回去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好，接着猜。刚才十，我说大了，翻掉了一张，接着来猜啊。好，请坐。啊，玉卓好，你来猜。七小了，请翻牌。我知道。啊，这样把它转过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七不要的，还有吗？还有哪些牌也是不要的？你觉得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可以回去。哦，七小了，他翻掉了一张七。还有小朋友有不一样的想法吗？啊，你来说说看。没有，七小了，还有哪些牌也是不要的呀？九样吗？七小了，还一二三。妹妹，你来讲。一二三四五六。为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也不要了？因为七已经小了，后面的牌都比它小，当然他们都要翻掉。你们同意吗？同意。哦，七都小了，
一二三四五六比七都 小，所以他们都要翻遍。好的，妹妹来翻牌。哇，好厉害，对吧？你看玉卓航这个问题一下子翻掉了多少牌啊？七张，对吧？好厉害！现在只剩下八和九了，来猜猜看，是几？是哪张牌？啊，好，弟弟你来讲，你猜是哪张牌？八。八，好，看看，恭喜你，对了，好，那要把哪张牌翻走啊？九。啊，拿下来。啊，你看现在对吗？对。哎，来看看你们刚才是怎么猜对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呀，一开始先猜了数字十，我说十怎么样？太大了，太大了！你看十和比八，十和八比是太大了，对吧？接下来你们猜的是七，我说七怎么样？小了。啊，看七和八比是怎么样？差一个。啊，是小了，而且后面的越小，一二三四五六比它更小了，所以要通通翻掉。那还剩八和九的时候猜了什么呀？八。啊，你们猜对了吗？猜对了，所以九也怎么样？八。啊，不要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真厉害。那你们想不想来藏呀？想。啊，藏牌的人要很重要的，你要回答别的小朋友的提问，所以你先要记住你藏掉的是哪张牌，还要用什么来回答别人呀？大了或小了。好的，谁想来？哇，跃跃欲试呀。那先请女士优先，好吧？啊，好，那你来。好，其他人来猜啊，看看这次能不能马上猜对。好，藏一张牌，好，来放凳子上，记住啊，你记住了吗？来，对，好，你说你们可以来猜了。可以来猜了。那你来请啊。李心洁，七，小了。好，请翻牌，来翻牌，七小了，够了吗？七小了，翻一张七够了吗？一二三四五，谁来帮他？不够。啊，你自己也知道了，那你来。七小了，翻一张七够了吗？不够。那还要翻什么牌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越小越小。好，这次你来吧，我发现你懂了。好，哇塞，一下子只剩几张牌了？三张，很好猜了吧？赶快来猜吧，请吧。周一涵，小了，翻牌，翻对了吗？对了，对吧？好，接着来猜。肖林，十，大了。来，来翻牌。哎呀，现在你们都知道了吗？是几啊？九。哇，他唱的这张牌好厉害，你们到最后才怎么样猜出来？好了，他厉害吗？这个他回答问题的人当的厉不厉害？果然都记住，而且能回答你们，对吧？好，你们还想玩是不是？啊，太简单了，我要加大难度了。好，刚才都是些什么牌呀？红桃的一到十，接下来我要加大难度。好，又来了一排牌。哎，黑桃，是些什么牌呢？黑桃。啊，黑桃的什么牌？坐下来。黑桃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啊，现在有两种花色了，红桃的一到十，黑桃的一到十，还是来藏牌。这么多，你们有信心猜出来吗？有，信心很足。那给你们提点要求好不好？好。要问最少的问题，马上猜出。也就是说，你提的问题能一下子排除掉很多牌，能翻掉好多牌，试试看好吗？好。那这次的问题要请你们想一想，
因为我不用大了小了回答你，我是用是还是不是来回答你。你想想看怎么问能一下子翻掉好多牌，好吗？好，我来藏牌啊。那红桃的一到十，黑桃的一到十，我想想我要藏哪一张，我要记住，先打打乱。好了，就这张了。好，可以来猜了。我要记住它啊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好，想好怎么提问啊？弟弟，你来讲。你来说吧。你猜什么？黑桃十。黑桃十不是。你看他问我黑桃十只翻掉了几张牌啊？一张。我提出来的挑战是什么？要翻掉很多牌。那同样想问这个十怎么问可以翻的更多的牌？我知道。啊，你来说说看。红桃七还有黑桃七。我怎么回答你呀？万一是红桃七，不是黑桃七，我应该回答你是还是不是啊？能不能回答？我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啊，请坐。好，那你想问七，你可以怎么问？可以翻掉更多的牌。如果只问我是不是红桃七，我告诉你不是，你只翻掉一张。那怎么问？你可以翻掉更多的牌。问是和不是的。啊，妹妹你来说，手不咬啊。是红桃七不是？还是翻掉一张？怎么问可以把七前面的翻掉，七后面的也翻掉呢？七都小，后面的可以。我没有说小，我说不是七。不是七。那你说七都小了，那你怎么问我可以把比七小的也翻掉？是比七小？是比七小吗？大。啊。大大。你到底想问比七大还是比七小？大。那你这完整的问我一遍。我想问。啊，这张牌是比七，是比他们都小的。是比七大吗？对不对？红桃七还是黑桃七，还是两个七都可以？黑桃七可以。啊，那你就是问我是不是比七大，是不是？好的，回去啊。他问我是不是比七大，我说不是。那可以翻掉哪些牌？是不是比七大？不是。好，妹妹你来翻牌。是不是比七大？不是。那翻掉哪些牌呢？啊，你来。好，这也是七。是不是比七大？不是的。对，他把那七要翻吗？不要。比七不大呀，七要翻掉吗？要的，对吧？好，你看问了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比七大？我们数数翻掉了几张牌，好吧？四张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刚才这张已经翻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请回去。你看问了一个比数字大或者小的问题，就可以把数字前面或者后面的牌都翻掉。如果只问一个数字。加花色只能翻掉一个，又问数字，只问数字的话就可以翻掉好多，对不对？比它大还是比它小？还有想问的吗？好，妹妹你来猜。是的，是的。他问我是六吗？我说是的，怎么办？把前面的。你来。对，说明是六，不是六的牌都要怎么样？好，你看这个问题厉害吧？厉害的，因为他猜中了数字，然后把其他的通，现在只剩下几张啦？二选一了。好，猜猜看。啊，玉卓好。是问问题，是还是不是？是黑桃六，是还不是？是的，看看，叮，对不对？啊，给你们一起鼓掌！啊，通过你们的努力，终于把我这张牌怎么样猜出来了？你看，
提的问题，一开始你们只问了我是不是黑桃石，我说不是，只翻掉了几张呀？一张。接下来问我是不是比七大，翻掉了多少啊？8张。哇，好多好多，8张通通淘汰掉。接下来问我是6吗？你们猜对数字了，所以其他的牌都怎么样？翻掉了。那其实还可以问很多的问题，把很多的牌给去除掉。那我们接下来来玩个，进行一个比赛怎么样？好。分两队，看哪一组提的问题最少，最先把对方的那张牌猜出来，好吗？好。好，那怎么分队？你先。啊，好的，我看到了，大部分的男生在这里，那等会儿其他男生坐过来，这边的女生坐过去，好吗？好，行动。自己调。哎，女生你过去，这里是男生队。妹妹，你已经在女生队了，就可以了。弟弟来，妹妹来，好，你们中间空一下，好吧？你们两个移一下，那搬到旁边去。好，组队组好了，那要来比赛了，有记录，我会给把你们提问的次数给记下来。男生你们是什么队啊？男生是用绿色的，好吧？女生呢？红色的。好，我会来记录的啊。啊，请你们现在讨论一下啊，选出一个藏牌的人，然后要回答别人问题的，再选出，再想一想，等会儿怎么提问能翻掉更多的牌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你们自己讨论一下，自己讨论一下，选谁？好，等一下，你们讨论好了，等会儿就可以告诉我啊。然后还要讨论怎么提问。好，女生讨论好了是不是？男生讨论，加油。女生再讨论一下怎么提问题啊，提什么问题可以翻掉更多牌。好，好了吗？好了。那哪队先来猜？哪队先来藏牌？啊，那女士优先，好吧？啊，那你们队谁是来藏牌的人？啊，你是吧？男生，你们负责来提问啊。啊，要藏哪张？啊，记住啊，记住了吧？好，放着吧。好，男生可以来提问了。哎，男生来提问，你们听好啊，他们给他们数好啊，提了几个问题，开始吧。请呀、啊，王以晨是六，小了，翻牌，好，你们男生看看、啊、他需不需要帮忙？是大的，嗯，是大的，是破。哦，你是什么？哦，那你再跟他说一下。六大了，哪些是不要的？好，玉卓浩一起来帮他。六大了，哪些是不要的？没有，六大了，先把牌翻掉。六大了，哪些牌是不要的？六大了，那么六还要吗？啊，那就把它翻掉呀。那再请个人一起来翻，好吧？哎，弟弟，你来一起帮他翻。六大了，嗯，对，一起翻呀，玉卓浩一起翻，翻快点。好，好了，请回。啊，再接着猜，请男生来猜啊！现在男生几个问题啦？你们帮他们记着啊，一个。箭头。猜什么？小啊，翻牌，对，四小了，五要翻吗？不要啊，不用。好，
再来，还有两张了。他们来猜，他们几个问题你们记好啊。张一泽，黑桃五。对了，看看北哥，看看。啊，对了，好，他们提了几个问题猜出来的？三个。好，男生对三个问题，他们就怎么样？猜出来了。好，那女生队要加油了，接下来男生队来藏了。啊，弟弟你来帮我翻牌，把他们通通翻过去啊。好，你们女生要准备好提问了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啊啊，你这么想来，来吧。啊，藏哪张？不是，面向这里，他们在看。啊，藏哪张？哦，这张是吧？好，好的，记住了吗？啊，不能像他这样忘记的啊。好，你可以请女生了。啊，男生记好他们回答问题，问了几个好吗？六。要问问题。太大了。是。是六吗？不是，大了。对吗？他翻的朋友们。对。对。好，接着来猜，现在几个问题？他们一个。好，请回，再请一个。谢冰心。提问，是？是五吗？大了。五大了。好，两几个问题啦，两个。好，请回去，接着来猜，再请。香棉。十一吗？十一都没有。你再问一遍，让他听清楚。我说是一吗？太小了。哎呦，三个问题了，已经打平了，还没猜出来，女生要加油。我听到底下有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哇，来翻牌。几个问题啦？四个。四个，好，还没猜出来，接着猜。好，几个问题呀？哎 ，yes， 五个。五个。哎呀，这次哪一组赢啦？男生队。而且我刚才听到男生队在下面讨论，回去吧。他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就是哪个朋友？你说的。我们听听看他会怎么提问，好不好？我先把牌都翻过来。好，你刚才在底下说你会怎么问问题，一下子能翻掉好多张牌。就是直接问红桃、黑桃。啊，那怎么问呢？是红桃吗？啊，是红桃吗？如果是不是的话，就能一下拍掉十张。啊，对，你看妹妹，你们听着，他们又想到好办法了。问是红桃吗？如果我说，因为刚才是黑桃五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说不是。所有的红桃都怎么样？不是红桃，所有的红桃都怎么样？翻掉了。你看这个问题厉害吧？翻掉了多少张牌啊？十张，好厉害的。那下次玩游戏的时候你们可以用一用好吗？你看，想要翻掉更多的牌，你的提问就很重要啊。那今天的游戏好玩吗？好啊。那你们家里有没有扑克牌呀？有。哦，有的话你也可以回去再玩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想到更好的办法来玩游戏，提更少的问题。现在你们最好的记录是几个问题啊？三个。下次看看能不能超过，能不能比它更加的少就猜出来好吗？好啊，如果你们做到了就来告诉我好不好？好啊，下次再接着玩好吗？好啊。好的，那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了。